今天的拍摄视频任务估计就靠我一个人了，因为我老公刚才滑了一次，应该不是很理想。现在我们坐缆车上去。这是没有阴影的。啊！哎呦！来，对着月光你说两句。哎呀，不行，我怕他惩罚我。你快点，月亮。我实话实说，我一点不会。来，你下一个车，我看一下。刹，刹试试嘛。不能下去，看你是横着下去还是竖着下去。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看见他。我明天能不能爬得起来录视频、剪视频？我刚才下来的时候还好，就是一路冲到底，然后就是听到当的一声就停，我几乎就是快要到那个网格线那儿了，我不得已，我必须得杀了，可是我不会，然后我就摔了个屁股墩儿，但还好我只摔了一跤。哎，你上来摔了几跤呀？你说一下。我没算。大概呢？大于等于五吗？反正两趟肯定大于五了。虽然我是一个北方娃，但是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滑雪，我平时那个都是初溜滑，我觉得就不算啥。唉，我早知道我早早就学好了，我现在是不是还能教教他们，现在他们面前一样出糗。来给大家来演示上演才艺。干啥呢？离老远有一个大的姜饼人儿，他要杀过来了。小心！哎，我还想等着你出糗呢。哎，你跟我喊让开不一个道理不？怎么样呀，老师傅？妈呀，我觉得能够安全的进步。是，我已经。可是我发现了，我每次下来一次摔一次。你每天去刹车。我刹不住。第一课就是教刹车。可是我下了腿不好使呀。我刚刚下的速度很快，就是你一定要先知道怎么一步一步的骑，而且一点都不老，一身汗。我倒还好，因为我没摔那么多。对，你一趟只摔一回。对，就是终点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摔。姜饼人来了，滑到我面前。哎，姜饼人，你好。哎呀哎呀呀呀呀！干啥去？还是坐吧。哎呦！怎么样？给打个样。老公你知道吗，我们都在心里暗暗较劲自己的老公到底行不行。哎呀，看看人家风驰电掣的。都是一样的腿。看看我有个，我在这看着你呢。
整个滑的蛮好。我的江米人来了，你看见我下来了吗？嘿，你看见我下来了吗？现场直播 ，Hello， 我今天下来可是直着下来的，正好跟大家教学一下倒了怎么起来啊。哦哦，是起来很难起，对，起真的很难，要整个侧过来，如果这样的话就很难了。要两个顺到一边，然后哎呀好行，还倒了一个没有人想学怎么起来谁呀，给我讲课讲半天栽栽愣愣的，哪有啊，挺好，我刚刚看见你晃悠的来的啊。关瑞说为什么小孩那么喜欢坐旋转木马，这个像旋转木马一样，你看这个呆呆傻傻的，这是我老公三年前为了救我让驴踢坏了脑子你看他走起来就知道他让你驴给踢坏了，你走一个来，你走一个，走两步我一般穿上鞋就不等人大家，我摔惨了，我摔了至少有十次吧，得摔了有十跤。哎，你说中国的这个量词啊，不是十次、十个、十 times， 摔了十跤。哎呀，就是听这个十跤就能听出来有多惨。终于想起来第一次滑雪的时候，回家发现哪儿青了，胯的这个位置啊，还不是屁股。田雪今天滑得很好，她好像就摔了两跤，就可以说学会了，然后后面就一直就不怎么摔。那我呢，还是觉得控制不好。这项运动还是有一些刺激性的啊，在视频中能看清我是关瑞吗？还是有些刺激性的。听这边的工作人员说，昨天拉下去一个，前天拉下去一个。什么叫拉下去一个呢？就是腿骨折了，或者是至少是扭伤啊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算事故，对，但是人多嘛，然后大家都还是热情不减，晚上人会少了很多，现在可能100人左右吧，就是稀稀疏疏人不多，那白天的时候差不多得有1000人，当然白天开的道也会多很多，真的希望大家有机会都来感受一下。看起来单板其实好像更难学。这是我们的一个小伙伴，他今天摔了也不少。对，你今天摔了几跤啊？我看你有我摔的多没有？看咱俩谁胜利。你摔几跤啊？我摔了10跤。那我摔8跤。啊，好，我赢了。向上向。我前面那个坡加这个坡，前面的号就6跤了。是吧？后面又摔2跤。其实真正耗时间的是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坐这个算是缆车上去的这个时间会比较慢一些，算下来滑的次数也不是说很多。对，当然每一次你要有目标性的去练习，比如说一开始大家可能练的都是怎么去减速，怎么让它停下来，
然后后面呢增加一点速度，然后停下来，增加一点速度停下来，这样子。那实际上，哎呀，也不太好控制啊，往往就是，非常快的速度滑下来，要么就是以摔跤结尾，要么就是那勉强停下来。帅哦！我杀到你这儿吧，不错。我儿子在后面呢，小关很认真的在练习，摔得惨不惨？很惨呀。摔几次了？我呀，我得有十次了。我在想，如果有人在哈尔滨工作，然后又是滑雪爱好者，往往这样的地方就是他的天堂，白天可以上班，晚上五点到九点这四个小时他就可以在这边滑雪，又便宜，然后滑的又爽，人又少。每个人不同的造型。今天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拍摄者，因为有点自顾不暇啊，自己在学习一项新技能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办法去再去胜任一个摄影师，一个记录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今天太太用手机录了好多，勉强给大家剪一剪，其实是带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氛围吧。其实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是有点排斥的，就觉得小朋友们玩玩好了，自己不是说特别愿意去尝试，但是看他们上次玩那么开心，这次也是下定决心来尝试。尝试了之后就是会有一种想要征服的感觉，就是想要一步一步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技能都是可以去自己去征服它的。那其实有的人会觉得这是你学到了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是人和自己本能的一种决斗。对，这个有很多动作都是反本能的。往那边去，往门口去。怎么样？我是不是能找着你？我让你往门口去啊！没听见，啥也听不见。虽然我很想征服我自己的本能去学会这一项新的技能，但是哎呀，总是摔呀。都怪你，一看见你我就摔。干啥呀？我特别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其实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往往就是自顾不暇，完全没有办法，比如说像我没有办法拍视频，那也没有办法去照顾小朋友，但是呢你远远的去看小朋友他自己去拆这个雪板，然后自己去坐缆车上去之后再装上，然后滑下来，一遍一遍的练习，你会觉得他在这项运动中也在成长，也在成为一个大孩子，是不是？专业设备，你在这里得多少钱？不知道，但是我看一看就不熟。啥？穿完这个鞋再换咱们自己的鞋，是不是好舒服呀？对，是不是？就跟这个太空服似的。